天之子，冥王圣母，神息诱我，神息诱我！ 爹已经把宗烈的主要战力都暗中调到了青云山附近，这三位门主一来，那我们四大，不，根本就是圣教的实力完全集中在这里了。不错。这么说来，爹来这里的主要目的，不是为了救张小凡了。碧瑶，你别多想了，你是宗主唯一的女儿，她不会骗你的。至于这一次。 我们圣教朱派舍弃前剑，也是你爹极力主张。趁着青云不备，攻他个措手不及。这一战若是成功，爹在圣教中声望自然高涨，就算败了，他也有个为前辈雪耻的好名声。可是这些我都不想管，我只想让张小凡好好的。 如今我们四位门主都已在此，鬼王老兄可是还有顾虑？为圣教自当全力以赴，玉阳子老弟何必多言？此次举事，我们已在冥王圣母座前立了重誓，要一雪当年圣殿之耻，还望诸位抛弃前嫌，同心协力才是。 百年前，圣教遭恶，青云五子杀进我教圣殿，侮辱圣像。此仇不共戴天。如今，天将圣起，性命感召。此次攻打青云山乃天命所事，吾等只有顺天命，才能重振我教雄威。青云灭，则圣教兴。青云灭，圣教兴。 圣教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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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教兴。